虽然咧，我哋连你，我哋都唔愿意交出个心。难道我哋将我哋嘅心交俾其他人会更加安全吗？我嘅主，我嘅王，你系掌管天地万物，识在今在永在嘅主。主，我哋冇任何嘢喺你嘅面前可以隐藏。每一个人都是能够完全接纳主耶稣基督你羔羊宝血的洁净，以至今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去献一个尽情的祭给你。主，我们可以抬高我们的头，举起我们的手，不带一点的羞耻。主啊，释放我们，释放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进入你那个完全的救赎里面。主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将最大掌声给主。系啊，主，愿你继续，圣灵继续嘅去吸引我哋。
这城回转，转和主为大，带着谦卑，忍耐等待，信你公义伸张。愿恶人悔改，义人被兴起，这城回转。尊我主为大，带着谦卑，忍耐等待，信你公义伸张。
信息，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就同每一个凡有血气的去宣布这个信息是神与男人的禧年，你要逆转一切，化作就为祝福。我们从前是黑眼的， 你要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受压的可以得释放，我们从前是罪的奴隶，被罪的锁链去缠住我们，但今天主说这一刻，这一刻就已经是神与立人的禧年。主要带我们归回我们的产业，主要带我们进入真正的自由里面。主，多谢你这个恩典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主。方乱语
应下，我必飞奔，如全能者任下。看，我们都有限，主才是可以靠，不论白昼夜间。慌乱与惊吓，我必飞奔，如全能者任下。投靠你的儿多于你怀内，瘟疫不会终止你的爱。靠我脱离了惊恐，立平安的约。在急难里，你与我同在，投靠你的儿，细心似放下，保护我们必不怕遭害。住在我们至高者，隐密处。才发现你真实的同在，是属天平安。主，我想奉你的名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。这一刻，主呢，他要去栽种一个平安的种子在我们心里。在这个种子里面包含住一个他同我们的盟约，是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认识他，我们愿意去听从主，我们相信他话语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这个盟约所保护。主，去不分日夜的去顾念，去看顾我们每一个。弟兄姊妹，想祝福你，如果这一刻你发现你的心田不能够去接受这个平安的种子，你呼求圣灵帮助你，你呼求圣灵帮助你转化逆转，让这个坏土，这个硬土成为好土。我们没有人可以帮到你，唯有你自己向主去呼求，是为你的心田去祷告，为你的心田去祷告，让主逆转逆转。首歌《平安的约》，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要清楚一样知道，当以色列人听到说约，他们很清楚约不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合约 agreement 或者 contract 是有终结一天，但是当神跟我们立约，他是定义，他做主动的那个。你可以想象一样东西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主动跟我立约，重要是一个永远的约，我们很难想象，但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到去接受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个时候当我们去唱的时候，神要跟我们的灵来说话，我们的信心要提升去到一样东西，就是接受神你说跟我们立约，我们就接受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正正因为我们什么都做不到，这个是恩典。想你接，好想我哋举个双手，你话神啊，求你圣灵帮助我，让我信心去到一点，就是我系靠恩典嚟到你面前。我今日能够站喺呢一度，或者线上面嘅弟兄姊妹朋友，你能够站喺今日站喺度，完全都系恩典。我哋冇嘢可以夸。我哋再唱呢一首歌，让你嘅灵打开。
你圣灵同你说话，这个平安的约不是平平无奇，而是与神关系的和好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接受啊！神今日定义要同你一起，他来到拣选是因为神好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。哈利路亚，你都让这首歌不单止成为你的祷告，信心的宣告。主才是可以靠，神你的确可靠。不论白昼夜间，慌乱与惊吓，我必飞奔如全能者任下。高者，人物。
处，才发现你真实的同在，是属天平安。见到咧神嘅膀臂咧，今日喺我哋嘅聚会里边，神嘅膀臂唔系缩短嘅，神嘅膀臂佢要嚟到成就，佢要嚟到保护。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可能经历一次一次的灰心，一次一次的失望，你已经连再相信一次的力都没有，但我想告诉你，今天神的膀臂在里面，祂要来到保护你，祂要来到保护你，祂的应许在我们的中间不会好像人的应许，人有时因为祂软弱不一定守到祂所讲出来的诺言，但是主今日祂的应许在我们里面，祂绝不会徒然返回，并且祂的膀臂在我们里面，祂要来到告诉你，祂要成为你的保护，祂要成为你的保护。如果你活在一个惊恐里面一段的时间，活在一种失望的一段的时间，甚至连再想踏出一步的力都没有，我鼓励你，你在这个时候举起你双手捉紧捉紧神的膀臂，我看到祂的膀臂在我们整个会场里面，祂要来到浮庇我们，祂要来到保护我们，并且祂要将祂的应许要成就在我们的里面，非势力非才能，祂要来到去成就祂自己的美意在我们的里面。祂要告诉你，不用怕女儿，不用怕女儿们，儿女们不用怕，我要成为你的主，我会率领你，我要带领你，来吧来吧，离我的翅膀荫下，我要来到成为你的保护，不需要再惧怕，所有的惧怕要离开你，我要的膀臂不会缩短，并且祂要保护你，带领你。哈利路亚。神今天去呼吁我的子民，我说你要归回，你要选择这个生命的路，没错，神已经发出的话语，我们要投靠在祂荫下，祂是我们的盾牌。弟兄姊妹，可能当中你曾经经历很多的患难，以致可能你很多的失望，但今天主祂要你的信心被提升，祂要来到再归回，你能够去经历主的真神。所以当我们来到，我们再一次举高双手，我们跟着唱的歌，我相信呢不是一个宣告，也很想来到邀请每一个来到去立志。你知不知道我们每一天都要立志去跟随主，因为每一天我们遇见的危机，面对的冲击实在太大了，来得太快，你没有时间去想啊，我们何时可以安静呢？就是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，你听到他的说话，你才可以懂得选择究竟向左定向右，保持这个速度。我想邀请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成为我们的祷告，心里面的盼望，甚至乎可能你一生怎样走，可能你亦都会犹豫，我是不是继续信耶稣，我怎样跟随，我步伐应该怎样，告诉你不要再犹豫了，神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，祂是很严厉亦都有慈爱，我们要及时，我们要归回及时。
能把我怎样，应当仰望你慈爱苦心，自暂的苦楚消失于忠心，怕什么？神永远与我同在，应当信赖你慈爱与信心，自暂的苦楚消失于荣光里，投靠你，我决意至死忠心。神的心意却换来很多人的说话，很多批评，但你知道这些事是神要你去做，你没有逃避，你真的去做，但回来你遭受到很多的压迫，但今天神要告诉你，祂同你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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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同你一起。神喜悦你，你会见到前面有些事情会突破，你会见到当你去这样行神的心意的时候，你会见到这个突破 会打开，甚至你会见到是超过你所知道的事情，目的是为要荣耀神他自己的。如果这个是你，我想你用你的手按着你的心，神今天要安抚你的心，给力量你，加添力量，圣灵触摸他，触摸他，拿走所有的灰心，拿走所有的难事，加添他的力量，艰难的但是加添他的力量，给一个 extra 的 string 给他，主加添他的力量。多谢主，所以我们多谢你主，虽然在世上有艰难有患难，甚至乎我们不想面对的瘟疫，我们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，但主啊，我们多谢你，你没撇低过我们成为孤儿，你一直都跟我们一起。主，我们很感恩你，特别就是当我们遵行你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会换来不一定是赞赏，
甚至乎是拒绝或者是抵毁。但主，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末日，这个就是末后的日子，你快来了。主，因此我们要来到去昂首，要来到去站立，要来到去仰望你。主，知道你的圣灵每一日都很愿意来到加力给我们。主，我求你继续引导我们的心行在你的道路的里面，也都让我眼睛仰望你自己。主，我们知道你是永远同我们一起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恩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，我们一起说阿门，哈利路亚。